石花花，周总，你怎么起那么早？今天不用上班的吗？今天周六哎。大周末的这么早着急出门干嘛去啊？我咋了？花花，小然，你这么早来找我干嘛？我不找你，我找花花，我们约好要一起出去玩。对。早饭吃了吗？没吃早饭就出去玩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哇。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起这么早，所以没准备你的份儿。没事，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他包好饺子放冰箱了。周总，你饿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煮就行。嗯。哦，煮饺子你总会吧？当然会了。怎么了？花花，你不知道，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没人，我哥自告奋勇要给我煮饺子，结果那天我第一次吃到了韭菜鸡蛋味的疙瘩汤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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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半给你。我才不饿。不饿也得吃。你的身体状况刚刚有所改善，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。滋补型的中药不是饭前吃吗？我连药都没喝，让我怎么吃饭？石宝华，你自己着急出去玩，连药都不好了是吗？哇。周总，你进步很大呀，竟然都记住这些了，而且现在还会主动找药吃了。还要我提醒？现在你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。我没忘，只不过你今天的药刚好喝完，我得给你重新把脉，然后再给你配新的药方。哎，花花，你吃好了吗？我们有点来不及了，要不先走？走吧。你们干嘛去啊？这么着急？坐过山车啊。哥，你要一起吗？要不你们俩去？我才不去，小孩子玩的东西，无聊。那我们走喽。嗯。走吧。周总，你记得自己煮饺子。